佛心禅语经典语录四，佛说人生。一，原谅别人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。二，时间可以流走一切烦恼。三，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你会很痛苦。四，经常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。五，人不全是坏的，只是习气罢了。人人都有习气，只是深浅不同而已。六，为了赞美而去修行，有如被践踏的香花美草。七，痛苦是因为你修养不够好。日安，我的家人好友们，祈愿平安健康，幸福快乐。感谢收看。